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些所谓的免费软体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啦、学习效率。其实这个学习效率或工作效率是现在大家都很注重的，对不对？好，都很注重的。那到底还有没有空间可以改善一下？有，真的还蛮多的。好，真的还蛮多的哦。那为了方便大家，就是在现场一起参与，所以呢，我有准备一个这个叫做即时互动白板哦，在下面这边。您这边的话，这样会看不清楚，对不对？您只要连上网就可以了。我把这个把它先贴出来，您看一下哈，在这里。我如果让各位扫 QR code， 你应该会怪我吧？因为这样应该很难哦，所以我把它变成一个短纸。各位平常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接触过短纸，对不对？短纸好不好记？应该还蛮难记的吧？还有分大小写，所以这个短纸有简单吗？今天的日期 ，GG 点 GG， 所以你就可以用比较容易辨识的短纸给人家，这样是比较容易好。那您点了之后呢，会进到这个白板里面来，会进到这边。已经有位进来了，好快，在这里。那您不用担心，您进来都是匿名的，所以你看，第一个是地鼠嘛，啊，第二个是水牛，有没有？哇，大家的手机速度好快，所以我们今天的资料呢都摆在上面，哦，都摆在上面。那这个呢，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白板上来跟就是留言，我就会随时关注一下，啊，随时关注一下，有问题我们就可以马上做互动，你不用担心举手我没看到。或不好意思打断我 ，OK。那么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白板大概要怎么用哈。那个短纸在这边哦，短纸在这边哈。GG 点 GG， 然后今天的日期加上 -01， 加上 -01， 这样就可以了。好，我先把它收到旁边哈，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我再把它叫出来。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呢？您可以从就是现在这个地方这里去看到哈，这里首先这里有一个简报，这里有个简报，如果您有需要这个行动装置也可以看，这是我们应该是第三次要跟各位分享的那种简报的方法，可能跟大家平常用的 PowerPoint 比较不一样，好，比较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资料呢也会放在就是这边这个 OneNote 的一个翻转学习平台。那我上次有去几所学校，就是教学医院的部分也有，现在也有一些医院的部分用这个翻转学习平台，好，在做一些比如说一些教育训练的动作这样子，好，那它基本上是有免费的，等一下我会先带各位您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录影的影片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网址，你会发现反正都是 GG 点 GG 啦，好，都在这边。那今天呢提到的免费的这些软体或相关的连结，有几个是云端服务的部分，一样我有把它准备在这里，所以您待会打开就可以看到哈。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地方来这里软体的部分哈，您有需要的这个相关的连结我都有整理好，您就可以从这边直接连结过去，很多是我自己写的那个部落格的文章有介绍。好，有介绍哈。那么您在白板里面如果要连结，不用这么麻烦。你看我已经看到熊猫已经在那边迟疑了，河马也在这边点，有没有？你们不用那么麻烦，因为你只要点到它，你看你要过去不用再这样复制起来哦，不要这么啰嗦，因为你只要滑鼠点它一下，有没有？下面就跑出来了，这样就连结过去了，或者你用反正手机点一下就好了哈。拜托，不要在老师那边。脱衣选取这样就比较简单哈。好，所以那如果呢待会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在这边用。那怎么用呢？您看到上面这边，看到上面这里，这里是不是有个文字框？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好，如果你觉得你打字速度还可以的，好，用手写的也 OK， 反正就给它点下去，看你要在哪边有问题你就点下去。好，那这样呢你可以发现你手机上有没有看到我打的题目？
这样有没有比较及时一点？有哈，不要忘记，别人打进去，你也会同时看到。所以我们的白板是在一起的，好，在一起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觉得，我用写的不够快，对不对？哈，用打的不够快，在上面这边，当然有一些形状，可是旁边这里呢，这个三角形这边哈，除了一线条啦，你看最下面有没有涂鸦的？因为有的人用画的比较快，尤其是在你在触控面板上，有的人就觉得我用画的比较快，所以呢，你缺设好之后，你就在这边画一画，这样有没有很丑？好，就是反正这些呢，这样的哇，马上有人就来画了，有没有？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各位这个会乱，刚开始会有一段时间比较混乱一点，因为大家会觉得蛮新奇有趣的哈。好，我就先把这个先删掉一下。另外呢，如果你是以后你可能是，比如说你在操作这个软体，有人其实你知道吗？有人以为他在上面这样没就没有看到，他也跑到白板外面，我就看不到这样，白板外面也会看到哈。好 ，OK， 那如果呢你的。是比如说可能是画面上的问题，这个白板也可以用，例如你在这边有问题，你把你的画面抓下来了，好，我就可以来这边直接把它贴在我们的白板上，这样我就知道你有问题。我看一下，还有在这里有没有，那大小你可以自行决定一下哈，这样应该可以的哈。好，有注音文出现的嘛，这个是鸬鹚啊，一种动物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想各位待会呢，您如果有在我们延期里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这边提问。那我不用担心插板插的问题啦，因为这个都会有历史记录，可以随时回到过去哈，我可以随时复原，所以你尽量用没关系。OK，